好冷啊，冻死我了，辛苦了，辛苦了。嗨，大家好，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五，今天我们现在很早，现在是6:20，我们马上要赶去FI 毕业作品 Deep Into the Forest 的拍摄的第一天，我的拍摄第一天，整个片的拍摄的第四天，这个片应该是规模还比较大了，然后难度也比较大啊，在森林里面、山里面拍几天，然后接着在一个运动场上拍关于一个运动的一个题材的片子。那现在我在等啊，另外就是运动员，我的得意门生子健的妈妈的扮演者，Christine， 她马上就要到了。看看这个农场，还挺漂亮的，哎，你买个小农场也不错啊，不要太大，太大也嘛。还在等待呢。大哥好像是去那边，今天这边的话主要是拍两场戏，第一场戏是运动员子健他要去他比赛的他比赛的一个戏，然后接着就是领导上台说话，然后现在拍第一场然后那个有个台子要在搭建，所以的话我们在等，大概得等一个小时以上吧，我觉得。因为远处的那个鹿，野鹿，这个 location 还是蛮漂亮的，这好像有个小溪，我没有办法走进，这边很湿，然后这是 crew 和 cast 的 parking， 人蛮多的，你看这么多车。拍摄的 location 在那里面。小洗手，这移动洗手间还挺大，两间的。我们的会场。比赛会场，哇，领导的发言台，一切都不发都发。
第十五届全国定向越野赛锦标赛。向基老师，你站在先站在，记住你开始的地方是很重要的。然后 I'll give you guys cues, maybe it's not me giving you guys cues.这就是我教练的那个 costume 像吗？还在刚刚吃完中午饭，还没有这么快拍。After he finishing his speech, then the leader will just like go to the audience area, like this is a audience fans, and people will gather around over there, and then just watch the game.我们这个片的 DP 可是著名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的第二摄影助理啊，他叫 Sean。我们从7:30到这里，现在是多少点？现在应该是，应该是6:00吧。现在应该是6:00。啊，拍了多少个？11个小时，其实就拍了2个，scene， 很短的，就是，但是基本上最后那个是one shot。